We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all companies will compete not only to be the best in the world, but the best for the world. 近年来，美国兴起的 B 型企业风潮吹向全球，是对资本主义一昧追求极大获利、加剧贫富差距、掠夺环境，甚至黑心手段的反思。B 型企业的 B benefit 强调利益共享，企业获利是必须的，但是对劳工或消费者、对环境三方也要取得平衡。目前全球已认证1800家 B 企，还有40000多家申请中，已是商业新显学。在拉面，立志开帮助社会的店。杨博宇、郑慧茹夫妻档有200多名员工，60%是就业辅导站跟社福团体转介个案。家福中心跟立新基金会约占30%。开拉面店除了两人爱吃面，也是前端中央厨房 SOP 好掌握，方便没有餐饮背景或者身心障碍员工操作，让缺机会的人不用手心向上，有尊严自食其力。拉面店8年间也顺利的从1间店展到20家店，年营收从500万飙升破亿。对内照顾员工，对外获利30%，累计已投入上千万做公益。今年6月甚至获选出席美国国务院举办的全球企业高峰会，关怀弱势、从新创业被国际看见。他的先决条件一定要赚钱才能解决社会问题或者本身的问题，多余的钱能去帮助真正弱势的